圣经有说这个知识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十二章，这个知识的言语就是能够知道有知识，首先是知道什么是真理啊，什么好的地方啊。但另外一种是怎么样呢？是他为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会指示他，这个人有什么问题，这个人的情况怎么样？有些时候是很准确的。我见到有些人，曾经遇到有些人，他们见到我，马上为我祷告，马上告诉我我面对的困难。他们能够说他们没有这个恩赐，这个是有些基督徒有这个恩赐。这个恩赐首先是神按他的旨意赐给人的，同时是平稳安静，多等候神，多留意神的意念，这些人更容易领受到这个。这个很有用，因为为人祷告的时候知道这个人情况，就能够说出这个人情况，就能够帮助人。这个是有用的 一种恩赐，能够帮助我们的侍奉的。